I am you.大家好，我是佑哥。这一场我打的是奇尔，那我走的是凯撒路。那我们这一场刚好凯撒路是在下路哦，所以在下路方面，我们就会可以多一只野怪可以去吃它。这一点对我们奇尔是帮助非常大，尤其在我们经济，甚至在我们在叠打野刀的被动的状态底下，都是非常再好不过的。那我现在非常的习惯会开场大概30秒左右，就会先吃掉一只小野怪，然后再去清第一波兵线。这样子我们在等级甚至经济上面都会领先我们跟我们对线的人哦。那我现在突然看到对方的拉兹还有阿杜恩好像是知道我在吃这只野怪，那我是利用我的制裁直接制掉这只小野怪。那对方拉兹跟阿杜恩会在我们红区一直在游走，就代表说我们的红 buff 区一定有人在反野哦。我们在看到了勇的技能特效，那之所以我没有过去的原因是奇尔跟罗尔还有摩恩他在四等前都是一个非常弱势的英雄，我们这三个角色都需要在四等之后才可以打出一套完整的伤害，所以在前期呢我还是乖乖的吃我们的兵线，乖乖吃这只鸟，这样子我们就心甘意足了，就是好的发育，等到中期后期他们就知道我们一套伤害完整的一个伤害它的威力是多么的强大。那我们优先清掉这波兵线了。那在奇尔跟对方对线的时候，基本上你只要不是遇到这种龙马远远就可以戳你同一刀的那一种角色，基本上对线英雄你都可以把它压得过去。那这边看一下，对方也去发现到了一只勇，那想说罗尔跟在我们后面，所以这个应该是可以杀了。你看对方勇瞬间残血，但是这个我直接二技能太后面了，好不好？那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这边拿到了首杀，再加上我们成功阻断对方打野前期的经济。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打野你只要不把他打死哦，他就是一直不断在刷经济。如果今天你把他打死了，那是不是他在复活时间还有在重生的时候要走到野区的这段时间呢，他是没有办法去得到更多更多的经济的。那打野真的前中期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角色，所以这一点我们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还是优势方哦。那现在阿杜恩跑去中路补了兵线，那我们还是一样先把这些野怪啊还有鸟先优先把它吃掉。那因为我们有带制裁的关系哦，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稳拿的，但是制裁还是要练一下，不然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一些制裁直接飞过来或者是技能。那这时候对方好像跟我们打了起来，这时候勇击杀掉了我们的摩恩。那这边算队友感觉都是一个非常弱势的状态下，那我们就要帮队友做出更多有利的事情，例如我们把中路兵线推了过去，第二个就是我们把对方蓝 buff 先拿起来这样子在对方打野的经济上面我们又更压制到。那这边我们在吃蓝 buff 的时候被对方阿杜恩给发现，那这边我们血量非常的残，那直接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反杀，并从阿杜恩手上夺走了这个蓝 buff。 那我们再回到下路先清掉那一波兵线，我们再选择了回城，像这边我们就帮队友拿到非常多的优势哦，例如我们优先把兵线去攻击到对方的塔，再加上我们成功击杀了对方的凯撒路，再加上我们拿到了蓝 buff， 更加上我们把下路兵线先推过去哦。你看这个回城的时机点非常重要，对方的拉兹正在找我的位置，好，没关系，我们已经回城了，那就祈祷我们的队友可以做出更多哦，带出更多的经济。那现在我看一下我们的红区哦，都还在 ，OK， 非常漂亮。那就在我打这个小野怪的时候，我看到特尔安纳斯从小地图往上面走了。那我打完这小野怪，看到特尔怎么都不动，这时候我就上前啦，想要去杀他啦，没想到直接冒出三个大汉，你们吓到我吃手手啊！你看这边就是要杀我，这也表示出对方在前期就有一些打法，就好比是一开始对方就来反野，再加上那特尔故意在那边不动来骗人哦，这一点都是表现出对方在这一场里面都是打出非常有心机的打法。那个特尔突然不动，他也不是在打古龙啊，他完全没有在攻击，
就假装我好像我在挂机哦，我手机有问题哦。那这时候对方来杀我的时候，突然草丛里面蹦出一堆他的哦骑士团之类的，那真的是吓到会让人家真的不只是吃手手，吃脚脚都有可能啊。那这边哦，这个阿杜恩应该是成功被带走。那想要尾刀竟然没尾刀，不过没关系，就让摩恩去吧。那我们还是优先把下路兵线带过去哦。那我这时候就一直发现到我们的摩恩好像 不太喜欢红 buff， 因为他自从一开始被反了红 buff 之后，就很少哦来到红区走走啊、看看啊之类的，或者是 shopping 啊，很少过来。那我们的红 buff 一直都摆在那边。我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吃？然后后来考虑一下，好，我们去吃吧。既然我们摩恩都一直在上路跟中路去发展的话，那我们就祝福他，好不好？那我们边打野怪就可以边集我们的打野刀的被动，那被动真的还蛮不错用的。那我们点一下说明哦，这边看到了一只阿杜恩在清兵线，那我们就直接对着他死缠烂打。你就看到，只要基本上哦实验过了，只要对线你不是龙马的话，基本上对线的英雄任何英雄你基本上都可以打得赢。那我们可以来注意一下这个阿杜恩哦，阿杜恩其实他离防御塔就那么三步路而已，可是呢他想要回去这个防御塔里面基本上是寸步难行，这也表示说在骑二其实打边线是非常不错的。那等一下在中后期我们会战的时候，你们可以发现到骑二只要进场进得好的话，基本上都可以带走非常多的人头，甚至我们可以打出非常突破天际的伤害。那我们看到勇在上路在分推我们塔，那我们当然要做更多有利的事情嘛，就是来反野啦。那我们反完野看到拉兹在中路，想干什么啊？我来追你啦。这个拉兹看到我马上开启大招跟一进红溜肯就跑掉了。哇，这个招个飞嘞，真的快用飞起来啦。我看第一次看到拳王会用飞的啦，啊不得了啦。那他既然都这么会跑了，我们就让他跑吧。那我其实我也不是没有去支援队友，是因为我们下路阿杜恩一直在这边守兵线，造成说我们还是要守塔啊，对不对？然后我们顶多只能往中路跑，甚至去反野，我们顶多只能帮队友帮到这样。我们不要说我们去帮了上路，结果我们下路的塔被推歪掉，被推到爆炸，那就不好了嘛。所以我们顶多只能跑到中路，甚至对方的蓝区去逛街。那边走位一下，看一下视野哦。中路感觉这个一场会战要碰撞喽，要爆发喽！我直接二技能进场，丢了一技能，再直接开了大招，瞬间秒掉对方的勇，再用二技能呢贴着拉兹，直接贴着阿杜恩，还有这只特尔安纳斯。那基本上我们进场这个进场就非常的漂亮哦，因为我们直接朝对方的输出进场，那开了大招之后也刚好打到输出的位置。所以这也是奇尔比较有优势的地方。那这一波我们真的打出非常多的伤害。那我们虽然队友都在推中路，那我们还是一样去分推。我们看到下路那一坨红红的兵线，就看起来就非常多钱啦，一定要把它收到口袋里。那还是一样不断在刷我们野怪哦。虽然我们已经有达到一点优势，但是你心里一定要记得一个原则，就是这个优势我们已经有打到、有拿到就好了。今天我们不要就是太贪心，就常常我在打架的时候，我又会很贪心，想说对方明明就已经好多个残血，然后就去一直追着他们，然后就之后就死掉了。这次我个人也会发生这种情况，我相信大家也都是会有贪心的时候，不会有说今天你眼前有两个残血，结果你还放弃他们回城哦。那这边发现了一只勇，你看我这边大招都还没有开，勇就直接死亡了。因为我这边大招是留来我们残血的时候作为逃跑使用的，这边成功的逃跑。这时候我们大象前来支援，想说这个阿杜恩应该可以。竟然我们意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是这个道理所在啊！就旁边蹲了一只小拉兹，真的又吓到我吃脚脚了。那现在我看到一下我们经济现在完全就是领先我们队友在两三千块的经济，因为我们完全就是不断的在发育，那这个发育其实是非常好的。那其实奇尔呢这套装备已经有测试过了，第一件打野刀跟第三件那个密咒之刃，他们的被动是不会有重复到的行为，但是他们的效果是一样的，就是使用技能之后普攻都会造成那个会附加额外的伤害。这一点对于我们奇尔来说都非常受用，而且先出打野刀，再出我们的密咒之刃，它这样的输出是可以打到最大化的。
好吧，这是经过测试的。那其实它的进场其实非常重要，常常你可能进去打完一套，结果你出不来，哇，悲剧。所以这也是比较你要思考说奇尔他在进场模式要怎么去进场，要怎么去善加利用他的技能。那边发现到一只阿杜恩，其实我们是完全不怕这个阿杜恩，即便是他的坦克装备在弹，可是我们伤害一套灌下去他还是得死哦。这边看到非常多人直接开启大招，瞬间秒掉了阿杜恩。我们在草丛里面进行一套输出普攻一下哦，这个拉兹瞬间秒杀。那在这个小碰撞里面完全展现出一个一打三的情况，真的奇尔非常不错。那我们往前瞬间骗到了小鱼人的那个大招诶，那这边一技能挥到了，那再用二技能普攻一下，瞬间带走这个小鱼人，再用二技能进场丢离技能，直接放了大招，再瞬间秒杀了这个勇。其实奇尔进场真的是非常重要，再加上他的技能使用方面也是相当的重要。那我们这一场我对英雄三打到了 37.1%， 非常的高，所以奇尔他在肥的时候一打三绝对不成问题。好，这边全部给队友一个赞。那这一场奇尔就到这边结束了。如果还喜欢你的影片的话，不要忘记点下你的喜欢、你的赞、订阅还有小铃铛。我是佑哥，我们下部影片见喽，拜拜。影片结束喽。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的话，可以选择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可以收到我影片更新的第一手消息。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